我们看第三题，他问说这个函数递增的所在区间，那我们就给它微分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的平方，上面为，下面不为，减掉上面不为，为下面。为下面是二分之一 ，s 平方加一，二分之一减一是负二分之一，再乘 s 平方加一，对 x 微分，二 x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就消掉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可以给它通分了 ，s 平方好加一分之一，那这个是。两倍的哈，多少呢？这是两倍的根号 s 平方哈加一，减掉多少呢？根号 s 平方加一分之二 x。好，这是 s 平方加一分之一乘以多少呢？这是多少？根号 s 平方加一。通分以后，这是二 s 平方加一，减掉多少呢？哦，这个平方呢，减掉二 s 平方。好，那这个可以消掉，这上面剩下二，所以是 x 平方加一乘以多少 ？s 平方加一开根号，问这二，所以的话。这个恒大一点，恒大一点，所以从头到尾呢都是递增，所以它递增区域哈，从头到尾都递增嘛，是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，整个实数线哈都是搭的呢递增区域，我这大一点，